像《七辣》这条歌，这首歌对我来讲也是我出道以来最难唱的一首歌，因为我要怎么样去把一个疯子已经不想活的那个那样子的一个人，然后透过我的声音，把那个情绪，然后来传达给让所有的听众去感受。所以其实那首歌我在录音室里面的时候，真的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，我唱到快脱肛。